各位講下呢個起唔成嘅 project， 位置咧就喺 Steel 同 Markham Road， 就喺 Scarborough 嗰邊嘅，即係 Steel 以南。咁咧就喺 Pickering、Markham、Scarborough 三個地方夾住，咁咧。就是 Markham Road 夾 Steel 啦，咁呢個 project 咧係2005年嗰時推出嚟嘅，2005年啊，距今17年嘅啦喎，咁咧就有2000嘅車位，500多個商鋪嘅，嗱我哋睇下當初嗰個構想圖。咁咧，佢就話401同埋407可達。咁其實咧，認真講，佢只係407就近啲嘅。咁401都可以，但佢就唔及得 Fairview Mall 咁樣。Fairview Mall 同埋 Yorkdale Mall 咧，就直接401可達啦。一出401就係。咁啊 ，Fairview Mall 仲犀利添啦。404夾401真係非常集中。咁呢個 project 咧，而家講起上嚟真係好耐以前嘅事咯。咁啊，集資啊，集唔成。咁啊，搞到咧有好多風風雨雨啊！咁咧，我就喺 Google 嗰度影咗佢嘅近貌嗰笪地。佢係曾經開工嗰一段時間，我記得好似平整嘅地盤嘅喎。咁啊，唔知而家將會係點啊？如果你知嘅，下面寫幾隻字指教下，